我把今天画的小样呢，我打出来了啊，我画了一个小样，让大家做一下参考，是吧？两幅啊，任选一幅，我就给大家画啊，大家能不能看清啊？啊，这是咱们今天两堂课要学习的内容啊，也是一种创作啊，也是一种创作，不一定完全一模一样，但是构图。要按照这构图来啊，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啊，我画了一幅草图啊，画这幅吧，好不好？画这幅吧，啊，这幅简单一些，这幅复杂一些，叶子多一些，但是呢，先把葫芦画出来。画葫芦的颜色是藤黄、赭石、稍加朱砂，藤黄啊，藤黄。赭石稍加朱砂，稍加朱砂啊。我把这个放在旁边啊，放这儿也行啊。看不见吧，各位啊。先调色，先调色啊。用笔用什么笔呢？用大笔，就咱们画牡丹那个提斗笔啊，画牡丹的提斗笔。调藤黄，藤黄，稍加点赭石啊，稍加点赭石，笔尖儿啊，笔尖儿赭石啊，调的饱满一些啊，因为画的葫芦大。你画调的太少了，恐怕啊，这个颜色啊，干了还要浅。刮一刮啊，然后笔尖儿。调点朱砂，啊，看看这个颜色深浅咋样吧，啊，估计差不多，是吧？我先画第一个葫芦啊，先把葫芦画上，画上以后，然后呢，适当的穿插叶子，但是画葫芦呢，不能全都画上啊，因为画个四五个葫芦呢，有全露出来的。有呢，遮被叶子遮挡的，有被葫芦遮挡的，是吧？要把它的层次，前后的层次画出来。画葫芦还有一个要求，不要画垂直的啊。自然界当中有不少是垂直的，但是咱画起来尽量歪着画，歪着画啊。葫芦呢有单，那叫单肚的，怎么叫我也不知道哈，就单肚的有双肚的啊。无论是单肚、双肚的时候呢，你画的时候呢，要掌握它的比例啊，这个比较好画一些啊，比桃的好画啊，比桃的好画啊。我现在开始动笔了啊，先把它的啊长脖子画出来，我看看啊，长短这块儿啊，就在这儿了啊，开始了啊，大胆下笔啊，不要拘泥。这是双肚的啊，是不是叫术语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哈、啊，反正呵呵我看街上不少现在过节卖葫芦，然后往中间往上穿插，颜色不能有色阶啊。
高光要留出来啊，高光要留出来。这块有色阶了啊，我再给它顺一顺它。趁着它湿啊，赶快给它扫出来，笔尖朝外，笔尖朝外啊，因为笔尖重。这个架子给挡着我的手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就可以了啊，这个就可以了，适当的啊，往里边吹一吹它，留出它的高光。一个葫芦画完了啊，这大葫芦，我记得小时候咱们看电影有一个叫《宝葫芦的秘密》，哎，那时候不到10岁的时候，我还记得这个电影啊，有个《宝葫芦的秘密》啊，情节都忘了，好像是什么的。这个没关系，最后搁叶子一打就行，主要画了差不多就行啊。头歪歪点儿啊。别，纸别太薄了，纸太薄容易破，因为咱们。行了，这个画挺正的，这个字。再画一个啊，调好颜色啊。再画一个啊，哎，就靠这个笔肚啊。见吗？能看见吗？它两个交接的地方需要慢一点啊，这个地方要把它别再粘上了啊。
上面搁叶子一挡就行了啊。这块没画出来。分出前后，扫匀它。哎，行，不好看啊，这个。这个先那么地啊，一会儿再处理。第一个挺漂亮，第一个双的啊，双包的，这是两个了，啊。再画一个偏绿一点的啊，偏绿一点的，不太熟的，让它有变化。稍加点啊，蓝就变成绿的了啊。在这儿啊，在上端，这么大的笔画的还画不过来一下子哈，这个往那儿打，这也是不好了，这个。这个镜头啊，正在我这头上，这笔。
顺下来才好。再画一个啊。这个大度，画葫芦很好画啊，很好画。稍干一干。然后再找找虚实这块儿，啊，画五六个啊。黄的、青的，是吧？都让它有。有的呢，老师呢在画葫芦的时候用墨线先勾一个轮廓，然后填色啊。咱们这属于直接啊，用墨补的方法直接往这画啊。啊，有个遮挡关系啊，这个遮挡了。
最好是一笔下来啊，没有痕迹。线条的颜色有的时候深浅不一。是你压一压吧。都是单核啊。嗯？都是单核。什么？我都是单核。什么单子？好了，那个叶子啊，一会儿用叶子一盖，啊，往下我再来啊，往下再来，这个先干一干，一会儿呢。看一看啊，画一个黄的，争取一笔给它甩下来啊，蘸点这墨。笔尖朝外，啊，笔尖朝外，往里扫啊，往里扫，留出高光，歪歪葫芦啊，呵呵，往鼻肚扫啊。别那个痕迹，花了几个了？
走线呢，基本是 S 走线啊，构图这块啊。一会儿呢，叶子画上以后呢，适当的再添一添啊，再添一添啊，让它先干一干，让它先干一干啊。落一个两个没事儿啊，最后再补也可以啊。基本是这么走线啊，这么走，叶子干藤蔓。然后再这么走，啊，再回过来啊，曲线走。不均匀有的地方啊，我想再修一修它，因为不是一笔下来的，这玩意儿深浅。适当的找一找可以啊，大家有那字幕要挡的话吧，用手划一下子吧，又一划就没有了啊。痕迹，这个是这块挺好。下面开始画叶子，画叶子我得调点颜色啊。藤黄。花青啊，少搁点什么？少搁点胭脂也行。完了，最后搁墨。条件方便，在下边跟我接着画啊。画葫芦很简单。变绿了啊，搁点花青就变绿了啊。水分要饱满，调到笔根儿啊，
这里边有花青，有藤黄，有胭脂。然后再搁墨，因为这边沿处没干呢，我现在就不敢往上整啊，不干。因为有的地方，这地方一整就阴，最好干一干啊，干一干啊，大家别着急啊，别着急啊，一着急我就懵了，稍停一停啊，干一干，最好干它了啊，这已经水分都溢出来了，有的老师着急呀，赶速度啊，有时间要求啊，搞吹风机吹啊，咱们不至于啊，咱们时间充裕啊。大家看看这个图案也行。光单纯的看胡萝卜这个看的话，叶子很漂亮啊，叶子画好了以后是吧？有树有密的时候，有藤蔓的时候就很漂亮是吧？这个画完叶子再补一个也都可以，再补一个胡萝卜可以啊，有树有密，遮挡的。大胆落笔啊！大胆落笔，能看着吧？在镜头上，能不能看到花叶子，各位？重新打开。就怕这边缘地方阴。
一定摁住它啊，要不引进去。叶子多一个少一个的没关系啊，关键是布局合理一些就好看了啊。嗯，纸大的东西多。让出来就行啊。能看着画面啊。它是个大圆叶子啊，五出的，掌状五出的啊，但画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拘于您这事啊，分布的好看一些就可以了啊。这个地方加叶子，浅叶子的下边要跟着深叶子，
开展纸啊。有在前面的，有在后边的啊。来，我先往上串一串吧，啊，串一串，我往下再画，整个走向是挨着围绕着 S 走线，啊，S 走线。看见这样，没挂笔，没挂笔。
都看不见了，怎么挡啊？呀，这葫芦画的不周正啊，用叶子来给找一找，哈哈，啊，但是你别给它整的。串了啊，往上串了啊，上面就看不见了，挪了。这个地方，
你打的小样也不可能100%的一模一样，这玩意儿有的时候是，啊。看不见了，又看不见了啊！好，大家休息几分钟啊，休息几分钟，完了我这叶子让它干一干啊，一会儿呢化藤蔓。啊，点叶脉啊，画点小昆虫之类的啊，让大家休息会儿。
有些地方再补一补叶子啊。这边要靠，完了这边往这边靠啊，这样的话，它的线条能好看一些。一会儿这个葫芦呢，颜色干，现在我就可以补一补它了，颜色有点淡啊，干了以后就淡，再补它一层啊，再补它一层。不能让他看出来啊！笔尖在外。一扫一扫，白的光流出来。底部是个圆肚，深。找啊，也就是找一找它的高光，这块也是如此。有的大协议就是一笔两笔就完事儿了啊，呲呲啦啦的带毛茬的也有这样的啊。咱们是画的是小写啊，小写意啊。功夫不到，根本画不了大写意。笔要反着拿，把它这个圆的光感啊表现出来。画大柿子也是如此啊，形状不一样，画法很相似。找匀它啊，
阴都是白水印出来的啊，颜色不阴啊，颜色不阴，这个颜色干了就好看一些了啊。这是一个需要提醒的啊。第二个，主要的整一整啊，就是离你最近的。提一提的，后边就不管他了啊。光线啊，光感啊，这个啊，这个也得整。朱标啊，笔尖调朱标啊，现在是黄的了啊，笔尖调朱标。按照原线走啊。把它表现出来这块啊，底部比较深一点啊。现在已经干一点了啊，好走了。往里扫，往里扫。
色不阴，水阴不要紧啊，这都不要紧啊。所以太薄的纸，你扫来扫去就扫破了，是吧？啊，其他的就不整了啊，其他的就不整了，啊。哎，这个绿的这块，看看这个绿的啊。行了啊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有这个叶子挡上了啊，这样的立体感特别强了啊。然后有的地方不够圆的地方，溢出来的地方是吧？高那个墨呀，把它稍稍的补一下。下面简单的勾一下叶筋啊，这个叶筋比较简单了，是吧？比牡丹的叶子要简单的多，是吧？勾完了以后呢，把藤蔓再一勾，啊，8分干是勾叶筋最好啊，现在。先勾上面的啊，上面的先画的，先勾上面的。
这就可以了啊，这样。这个在最大的隔个半儿啊，要快啊！再处理上面的啊，有些空隙还需要堵啊。睡觉了，我一话，一睡觉，我一个人也看不见，我这哈也看不起来。洗一会儿就随意啊。这边小，那边就大，啥样的都有。
见吗？这样，这个地方啊。勾了二遍，这个色儿就出来了。这个，没有辣的吗？上面。看不见吗？看不见着急呀。
工业金要潇洒一些啊，别拘泥是吧？一笔一划的整是吧？出了一点不要紧是吧？多一个少一个都行，越快越好啊。它那个叶子什么方向的都有是吧？宣纸质这点好处，上去以后呢，它能帮助你呢，润化墨色。一斤基本这么地了啊，这边有点齐，补它一个叶子。画完了自己还得掂量掂量哪个地方合适，哪个地方不合适啊。需要找一找啊，需要找一找。下边要深一点，参差不齐。然后这边少来点叶子啊，少来一点。
这个地方浅，需要给它补充液啊。干了以后给它切。这是小白瘤子，一会儿天至干的时候是吧，就可以了。叶子我看看啊，我可政府我再看一看，看看还需要调整的是吧？这个地方，我再给它贴一个。修就行。行了，这玩意儿是不是？哎呀，长得够茂盛的了。那个挺密啊，这个有空白留出来啊。我现在开始画藤蔓啊，还有小蛐蛐，画的各个小花大姐都可以。这个最明显的地方是吧？时间感应，你抓紧的，挺快的过的时间。用重墨，用干墨。啊，或者是胶墨都行啊，毛毛糙糙的就开始了啊，大笔挥洒，然后画到哪儿算到哪儿，这玩意儿，不是按着，上去，交叉，要粗了，这是，粗了就那么地了。
一这边往这边跑，然后这么来啊，整个是个曲线啊，曲线的构图。多一个少一个都行啊。哎，我要穿一下就看，哎呀，这俩有点平行了。喝一下，这个藤蔓这块儿吧，没有固定的啊，就是顿挫啊，让它有起伏感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有的时候画的，哎，你意想不到的效果；有的时候你想画出的效果还不一定能画出来，是吧？还不一定能画出来，是吧？
有的时候画的好看，有的时候画的不好看。好了啊，好了，我再给大家画一个小虫啊，小虫虫啊，或者就小小小叫什么蛐蛐是什么玩意儿啊？画在哪个地方呢？画在这个藤蔓上啊。翅膀是透明的，啊，弄个意思就行啊。肚子，哎呀，基本就这么地了啊。在这根儿提款啊，
哎呀，行了，这个这个，很平和。盖上印章，盖上印章，是吧？人长寿。2个小时啊，咱们，我就给仓仓促促的给各位画了一幅3尺整张的福禄啊，端阳啊，明天是粽子节啊，从头到尾看一遍啊，一会儿我照完了以后给大家发到群里边，好的地方大家吸取，不好的地方，引以为戒。哎，忘了这个没连上呢。没连上了这个啊，忘了这个还没连上呢，不着急啊，这个一笔这提笔的事，你别整动静，别整动静，哎呀，我说这一整毛躁了都。别整动静，别说你别整动静，我去，真是你整，要不你打呼噜，不说你2句你真难受。关心我跟照顾全国都准打呼噜了，是不是？嘿嘿哈哈，就知道嘿嘿哈哈，装好啤酒。这两个干吧，有点顺了啊，各位，你看着有点顺了啊，我就想给他讲讲。给他补救一下子啊。这样就看不顺的了啊，在他后边压着他啊。上面有些小空隙，哎呀，可以给它。没接上这个，这个，
一到点我就忙，就是。两个点不能点齐了，都点齐了都，就愿意老开门，开什么电冰箱门呢？一开门我就要下课了似的，吓的。就是我也想下课的。哎，不搁了，这个。一个点了，行了，就这么地了啊，就这么地了，各位啊，各位，谢谢各位。